谢谢。各位，我敬爱的乡亲士代，以及我最尊重的咱大高雄市所有老百姓，大家阿妈大家好。是啦，这一次啊，是我们铺马第六届在我们高雄举办这个荧光夜跑。我若真正无闲，我会叫我分身来。但是我有闲，我就是行脚到，为着咱高雄市的市政。大家刚才所有的副市长也一路的奔波，所以我刚才才到，不好意思啊，在此跟所有的乡亲啊，感谢。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移师到这边梦时代来，因为去年我们在光荣码头那边的时候是3000多人来参赛，但是这一次已经到达5000人，你讲那厉害不？我希望明年我们再来，助理变8000人，你跟我的好不好？好。喂，你哦，你跟市长这样很熟啊？你只是分身而已的。哦，分身。明年5000人、6000人、10000人，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大真正的大家长啊，护士长，护士长来了，护士长问一下啦，护士长。哎呦，来啦，副市长，说明你要加到10000人呐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不是啦，10000人呐、啊，当然是我们期许的嘛。但是我们要循序渐进。阿伯啊，兄弟很好，这梦时代广场都无够宽，啊，所以他们移师你啦，无够宽哈。啊，明年我保证我们场地哈、哦、会有更大哦、欸，因为哈、哦。我知道今年为什么明年10000可以达到呢？因为今年报名5000人哈、哦，大概还有8000人在后面排队。啊，天天打电话来市政府说啊，怎么报名满了？报名满了。哎呦，真的、哦。就特别情商哈、哦，我们铺满哈说明年是不是把名额提高到10000？是啊、哦，10000，是要这样。好好你看真辛苦。其实最近哦，即个咱高雄市民啊，嘛是麻烦我一件代志，我有时候不好意思了。哎呦，我写一张批给迄江会，后来6月13又加演一场安尼啦。嘿，但是呢。每一个地方呢，我们大家呢，我们这些市府团队，大家齐心尽力，都、就是为了我们市民，你讲了对不对？对。谢谢，苏副市长，谢谢，辛苦了，谢谢市长，谢谢市长，谢谢。这我头家呢，我头家呢，不好意思，都叫差点掉掉头。对啊，那是无礼貌所在哈，差点哦爱玩了哈。我无用，我蛮可怜的。谢谢，再次谢谢我们副市长。